候车室等待中，从南京站出发，去往扬州玩耍去啦。耶，准备上高铁啦，好期待坐上复兴号列车。好好在站台上走着走着，欣赏复兴号列车的全貌呀。我们现在在南京，我们要去扬州，我们要去扬州了。为什么？我们要去喽，出发喽！一路上忙着吃吃喝喝的茶包老弟，一个小时，很快就到了，抵达啦！预告，下一段我们可可爱爱的扬州酒店哟。拜拜。